不要这样子啦，他现在在干别的游戏，你不要这样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了。哎呦，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，怎么了？哎呦喂呀！来，各位听，听我一起做，来 F 3加 D 按下去，对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行，我的按键坏，我的坏掉了。把计划留着。白痴，这我数到几了？十八、四、六、九、十二、四、五，我数好了。嘿嘿嘿嘿嘿嘿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删了，可是我截图了 ，OK 的。哦、OK 的，哦，高招高招，很聪明哦，真的聪明，很会。没有挖土挖土，挖土挖土，哦，不是挖土啦，挖雪挖雪，吃土吃土，吃土吃土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音架是跑去哪了？我是说到箱子里吗？等一下，看一下。音架，音架，音架的架啦，音架，这是干嘛？哎、欸，我的音架不见了，没有，你不是借我吗？你不是借我吗？哦，对吼，对吼，我借。赶快，赶快，赶快澄清。我跟你讲，人老了啦，对。你要吗？我可以换。我不用，我不用，我自己做。哎、欸，那你下一个症状会碎碎念呢、欸？完了，初老症状。完了，完了。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有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会不自觉的就会一直在讲东西，假装自己在直播，我觉得有点困扰。职业病，我真的觉得有点困扰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就。变得不行啊！就连运动啊，就是你知道，因为我们就有时候拍一些真人影片嘛，然后不是就是表情会多一点嘛。我现在连运动有时候表情都会多一点，然后教练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刚刚表情好好笑哦！”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你应该拍下来。哎、欸，教练是不是都很喜欢这样跟人家讲？对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会很喜欢这样子讲，我就真的觉得之前我去运动的时候也是。我真的觉得我职业病太多了。那、把它拍下来啊，应该会红哦、啊。不要不要！我跟你说，你教练不要发出那些奇怪的声音吗？奇怪的声音。不是啊，你用力的时候不会用力，会哎哎可是哎、欸、可是你不得不说，有时候就是刚好就是我在练的时候，你也在练，在旁边，我有时候会听到，就是你在冲啥。对呀、啊，都会吧。我是没有啦。你说出力的时候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也没有被教练这样讲过哎、欸。对他只有说我的表情很好笑而已。表情。对、啊。哇。哎呦！哎呦！第一。不像，不够像。那你要讲症状，你再讲一次。还是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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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地下室挖穿了、哦，挖到地表出来，这是哪里啊？我看不到你耶，你在哪里？我家那边嘛，因为你刚刚在下面。你在下面？啊，那谁在？蛇、啊？卡了、啊？我有看到他的名条啦。哦哦，谁在烧东西啊？你们刚刚是不是在开车？没有，哎哎。欸果然开车的人想到什么都是开车、欸、你看看，没有什么都在开车，我听得出来哦。我没有想到开车呢，大家你都没有这样想啊。哦，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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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很小很小，哎、欸，我真的还不习惯用音架、哦，怎么办？都会摔下来，会摔下来的，小心对啊，我会自己摔下来。哎呀，怎么又有僵尸啦？你家怎么这么危险啊，洋洋？哎、欸，我家还没盖好，你不能这样。喔喔喔喔他在盖生怪塔啦。哇！他家是道馆，他家是道馆哎。我跟你讲，他是幽灵系道馆呐、啊欸，幽灵系道馆。幽灵系道馆。对对对对对，效率很好的。耶耶，我真的是不够哎、欸。刚刚那个电子音讯。哎、欸、，DC 真的很不稳哎、欸、，DC 在冲啥回啊 ？DC 最近有时候最近都这样，他在向 RC 看齐。
没有啦，哦、像 SK 啦，你看曾经 SK 多么美好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曾经的，真的，以前 SK 音质又好，又不会吃音，又不会电子音，像现在你看，是过去式，最小最快最清晰了，那是 RC 啦、哦，曾经的最小最快最清晰。那我家的养鸡场都不会有掉肉呢，家养鸡场不会掉肉、啊，你都掉肉吗？因为都被吃掉了。被谁吃掉？路过就吃掉了。老鹰吗？对啊，老鹰叼走了。哦，哇，这个麦块你的身形板有点仙呐、啊。你是在说你是老鹰的意思吗？哎呦，很感谢姐夫、哎，说自己是一只大老鹰。哎呦，哎呦，那个晚上的时候会有那个夜面吗？那是大老鹰啊，它会抓。晚上的时候会有大老鹰、啊。晚上的时候有大老鹰啊。哇，哇哦，大老鹰哦。那他们是成精了啊？晚上的大老鹰哎、欸。对啊，你们不是啊？你们最近不是在抓老鹰吗？谁抓老鹰？谁抓老鹰？最近不是一直在打老鹰吗？谁？谁抓老鹰？是叶妹啊。谁？哦。哇，你最近不是抢的很凶，一个人要十只嘛？哦。哦。哦。对啊，所以你在保护小鸡，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，你说的都对。我一定要讲，我一定要讲一个东西。呀、yeah, ，Bobo 真，我真的觉得 Bobo 比哈基还会开、欸，他做我师傅啊！我跟你讲、啊，他刚刚说早上也会有大老鹰啊，你也冲啥回？懂开，懂开，懂开，习性不同啊，习性不同、啊。对啦，对啦，习性。有些老鹰早上才出来，有些晚上才出来。啊！我想说今年就只是一个挖材料盖房子，没想到这么可怕啊！话题。老鹰都出来了，是吧？老鹰很可怕的，有红石呀，有红石，有啊，我这边有，求个红石，我这里有八个砖，我家有，我家也一堆，不够可以来拿，我穿越了杰克家，哈，你家好远啊，我现在站在陆地上不知所措，然后我要摔死，啊，没摔死，摔死。爱惜生命、哦、我觉得我们是要环游世界一下，我觉得自己好烦、哦、看一下，环一下，环一下，刚刚的道馆在哪里啊？在韩国家对面，欢迎来到新加坡。去哪里啊？这里哪里啊？新加坡，新加坡。哎、欸，那个我已经集齐徽章，请问我可以进行道馆挑战吗？不行，你还太嫩了。被呛了，被呛了。我真的难过啦，难过的要偷走给你吃，谢谢。拿走，拿走，都拿走。啊，我的竹子，我要来抢竹子了。那是我的。昨天还没拿，上次还没拿。昨天，原来是昨天。哦，不是昨天的。哇，你的时间居然只过了一天。哎、欸，我们昨天有开吗？我们昨天有开吗？啊，时间过得很慢哦。昨天没开吗？没有，我穿越了时空，我穿越时空。啊的。哦，你想穿越时空吗？嗯，穿越时空的酱油，谢谢。嗯。时空旅行者。哎呦喂呀！好像很猛哦。真的。竹子，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竹子虽然很好看，可是竹子不能穿越，真的是蛮困扰的。嗯，真的，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，你懂？原来越硬，那个越硬的竹子啃起来越香，是不是？你说把人捆绑住的魅力吗？啊啊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想到这里哦，杨洋。啊？就把人缠住，不让人家走啊？啊？完蛋了，都是这样的吗？是不是，我最近玩那个，你要不要喵喵叫一下？你确定你玩的我们是玩同个游戏吗？喵喵喵喵喵！哎，在干嘛？竹林真的很难走哦，是真的蛮难走，但是没有到捆绑吧？等一下，有啦，都快走不出去了。我现在有那种是用竹子捆绑啊，是用竹子竹吗？是阻挡，是阻挡，不是捆绑，不太一样吗？你那个什么啊？竹子好像有人自我生命一样，好可怕哦！来，有人过来了，捆一下
捆一下，竹子还会蠕动传到人家身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样变出网走了，快！我觉得头发还比较 OK 一点。到底在讲什么？好可怕哦！竹子真的很快、欸，真的是快了，好可怕哦！原来。你们都是这样子的呀？我们都是这样子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不是盖拳哦，直接盖盖拳。真的没有，是说样样都是这样子的呀，包括瑶就是你们。啊，干他屁事哦！你不要讲到人家。哦，酱油，你不能在别人那，别人线了哦。对啊，我不该这样。你踩在线上了哦。没有，因为我很抱歉，不然你去跟他瞄一下，请他原谅。什么东西？你怎么了？等下我想一下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也是绿色的？什么？是啊，我绿色的。哎、欸，那刚好哎、欸，酱油刚酱油是绿色的，怎么？你说刚好迪西踩在线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刚好了，不是迪西啦，是迪西啦，什么意思啊？听不太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没有看过？你没看过吗？没有，我也没看过哎、欸。啊、哦，真的假的？迪西踩在线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是什么东西？天哪！那是电线宝宝吗？是啊。你知道我对天线宝宝印象是什么吗？糟了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嗯，怎样？他是天线宝宝，开门，关门，开门，关门，开门。你在讲什么？天线宝宝做得好，有一集就是这样啊，我看过的唯一一集就是这样。真的假的？哦、而且我等一下你还要完整看完哦。没有，没有，我就刚好看到那一段啊，然后我就听他关门关、哦、开门关门开开关开关开了两分钟，我就转台了。哇，你连看两分钟很认真的。你好厉害哦！不是啊，你会很好奇他要开关多久啊？对啊，你好奇的蛮久的。对啊，好屌哦！而且那时候我表妹很喜欢。哦、我真的表妹，我真的有表妹。哦，你真的有表妹，所以你真的有妹妹。对，我真的有妹妹，她很喜欢啊。之前都会说，我要看天线宝宝，然后她也看不懂。哈，哎、欸，酱油啊，她看不懂，她看不懂，她都称那个什么呀？那个迪西是绿色，她都说绿绿的，绿的，黄黄的。酱油。然后我问，怎样？你看一下迪西。你看迪西踩在线上，踩在线上，踩在线上，你就懂了。我也来看一下，我也。啊，这个我的斧头已经弄断两个了，天哪、啊！哦，迪西踩在线上，我在挖木头，挖什么？挖杉木啊？没有项目啊。他们在爽什么？他们在开心什么？就很爽、啊，因为踩在线上很开心啊。是啊。在线上，在线上。完了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完了，完了有人抽到小点了，还没抽到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不要学了。估计估计第二个会让他一起笑的那我知道以后就是踩在线上，咕叽咕叽咕叽这样子。你知道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东西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团团从床上滚下来。哦，还要讲团团好久，哎，那是上次连趴的事情。团团滚到地上，熊猫滚到地上。欸、我们不是说团团，我们是熊猫，熊猫滚到地上。啊，好坏啊！那好久了，你就滑手机滑一滑，然后就真的是，真的是滑手机滑一滑滚下去，对啊。哎，就这样样。救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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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无解，这个无解，嗯，这个没办法了。这个皮诺可都不想变，这个直接不用电了，不用电了，不用电了。直接埋起来了，这个直接杀死，哇哦，哦，嗨，那好凶哦，你在哭还在笑啊？听不懂了，听不懂，听不懂了，快点，那好凶啊！干嘛啦？他爆炸了，他爆炸了。
爆炸了，他爆炸了，爆了那个开关翻不回来了。对，翻不回来了，来不及了，开关断掉了啦。哎、欸，超断，超断的。我现在打给瑶，请他帮忙按一下按钮。完了，坏、欸、了，坏了，要要要要。有啦，我有看到迪西啊，只是我刚被迪西炸歪了。哦，迪西会爆炸。我还以为是什么，看到看到，迪西宝宝出来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在干嘛？超烦，又切到开头去了。我们又绕回来了呢，真棒。好累啊、哦，太厉害了的。有你，你恢复了吗？你恢复了吗？换好气了吗？换好气了吗？换好气了吗？那还在线上吗？还在线上吗？应该没在线上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没没有吗？那你生的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敌西离线。不行，我的妈呀！有啦，你今天应该会很好睡啦，你笑得很开心。对，又很开心。嗯，对，今天练了很多腹肌。对，再接再厉。就有六块肌了呢！哇哦，哇哦，原来是麦当劳粘在肚子上呢！啊哦，好油哦！你不要不正经啦！这什么？麦当劳粘在肚子上很油啊？不对吗？对吧？我不知道有听到这句，我觉得很凉。怎么了？很油？什么东西很油？这最后是哪里的梗？没有，那没有，那不是哪里的梗，那是小雨想到的。突然来一句就对了。哎、小雨自创。对，小雨很久啊。是啊，是蛮有的。今天不挤油吧？很烫哦。新鲜炸好的六块鸡。好累哦。我也觉得好累哦。开台半个小时已经耗尽力气了，真的，已经筋疲力尽了吗？每次开这个都觉得，每次开这个都觉得笑得好累啊！真的，本周的运动量到了。其实我很好奇，真的会有人笑到在躺在地上抽搐吗？团团啊，有吧？团团啊，有会。哈气比较长了，哈气比较长。我是很长，但你在地板上抽搐。谁很长？啊？你为什么在地板上抽搐？为什么？哇，你几次很强的啦！就上次就不小心在边滑手机，走撞到那个公。完了完了，有人要撞完了完了完了！你们怎么又打开开关？你是作何居心？关不是关掉了，然后走，当，超大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旁边全部人都有看我，然后超笑超大声，气死我了！就这里有个笑很大声的啊！对啊，我好不容易把它关起来了，他们好过分！哇哇哇哇哇！我都躲起来在笑。老鹰来了吗？老鹰来了吗？不是，拿三叉戟的来找我了。哦，叫我！真的？我在我家。我去找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在中暑。哎呀！我的剑爆了，不，剑爆了，剑爆了，我剑爆了，好像骂自己啊！对啊，你为什么骂自己啊？不要啦！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不要啦！不要啦！就跟你吃这盾一样啊！你吃盾，你吃盾了！哎，你吃盾哦！你好吃盾哦！不要不要，波波不要，拜托，波波不要现在，拜托波波不要，波波不要，波波现在不行，波波乱讲话，大家乱讲话，波波现在不行，波波现在不行，晚一点晚一点，不要哎，你们晚一点晚一点，你们越来越快了，我们不要这样，我们这边太多了，太多人了吧，神怪塔，太多人了，这是神怪塔，什么东西？没有繁星这边。
哇！哇！大家的繁星加开发哎，什么东西？哇！繁星那边三叉戟哇，厉害吧？哇！好强哦，超强的！我还可以换雷跟忠诚的哦。哦，天哪！水星侠不是水星侠吗？可以出去又回来哦。是娜娜。话说回来，娜娜讲到那个，我突然想到那个海绵宝宝。为什么？感谢娜娜的100颗星星。那个到底算不算很幼稚啊？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其实还蛮黑暗的。那白海绵宝宝是不是给小孩看的呢？他是给对，他给大人看的、啊。那我记得那时候我隔壁的妹妹看得很爽。没有，只是台湾播的集数是那个，就是给小孩可以对，给 小朋友可以看的、啊。其实有一些。其实隐喻很多哎、欸就是嗯，对啊，我觉得我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个超黑暗的，怎么隔壁妹妹看得那么爽啊，还叫我去看，吓死，真的是吓死哎、欸，很厉害的，哦，啊不，给谁？干嘛？怎么了？你现在是叫谁？你现在在叫谁啊 ？DC 又爆炸，DC 又爆炸了。是 DC 爆炸还是 DC 爆炸 ？DC， 他现在已经把苦力怕叫 DC 嘞，我的天、啊！哇，打的 DC 都爆炸了。哪一个？我靠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我操！哪一个？哪一个？等一下，如果是我爆，就 DC 的括号我爆炸了。这也太长了吧？超长。瞄准，有人有攻的，瞄准，打到的，打到的，哎呦，要拿弓，酷弓这里超多的、啊，还有很多剑士。嗯，啊，你说你的升怪塔吗？对啊。啊，我要去拿骨粉。来呀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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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有凶、哦。我看到有人提到探险火宝、哎，我觉得探险火宝也很黑暗。不会、欸，探险火宝，说实在我没看过哎、欸，你们有看过吗？有啊，我全看完，我有全看完。对啊，116季全看完，好梦。就是因为看完我才会觉得它很黑暗啊。前面就还好啊，后面就是对它前面很嗨，然后后面就开始有剧情了就嘿。嗯，对，就变得在走主线了。啊，图跑出去，我在吃萝卜糕了。上面那个图是什么？那个你要吃吗？早餐留到现在的萝卜糕啊！哇，留太久了吧？太久了，太久了，太久了！活太久了吧？活太久了，在我的餐桌上活太久了。对啊，怎么可能会从你嘴巴活这么久？因为我早餐吃太饱了，吃不下。他就吃剩下的萝卜糕，然后就放到现在了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水抵挡不了这个的蔓延呢、欸，有点尴尬。这个的。就是那个，还是因为它下面有连到，所以会对，有点尴尬、欸。对，还要浮空一层。不是，小屁还不要过来啊！哦、对呢，他只能用空岛的方法。对啊，隔离。他要哦，小屁孩，我要死了！等一下，你刚刚是不是打人家爸妈？没有啊，哎、欸、我刚确实打一只成年僵尸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啊，雨月，对不起，你的地下室啊！嘣！要爆喽！地下室被灌水了啊！哇！灌满了！阴阳可以玩水喽！玩水喽！啊！阳可以玩水喽，有水玩喽！啊！我堵起来，我是为了要把那个灰壤弄掉。水好了好了。有了水可以把灰囊弄掉，不是啦，我为了把挖掉，然后不小心挖到、哦、挖通到陨月地下室，挖穿了，陨月的洞，挖到陨月的洞，对，挖到陨月洞里面啦、啊，对对，哇，我知道你们想听这个，对，没错，挖下去了，没错，小心，没有错，就是他到了，我赚到两根干竹子，两根干竹，哈哈，竹子啊，天哪，干竹子。啊！我要等草地蔓延儿，蔓延儿啊！哎、欸，干嘛？人渣！爸，你爸的事，我师父啦，不要找我。去找他快点，
去找他，去找他。不行，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师傅做的徒弟要偿还的那种责任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有啦有啦。哎、欸，你怎么都是这样？不是这样。你怎么衰落了？可以默默衰落了。没事，我听到啪的声音。好好好好，你们什么都没听到。想不开。想不开。什么要想不开？想不开。想不开。开。啊！天哪。大工程。哎，我们来提醒杰克一下，距离的那个什么，该不完了，该不完了。到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小时喽。该不完了，该不完了。杰克，加油！我没有打算该完的意思啊。那加油！必须！哇，我的邻居好会变、哦。怎么了？你的邻居很，你邻居好吵，要不要？很活泼。很忙，你的邻居那边好危险、啊。哦，皮西死了，你邻居杀人了，邻居杀人了，报警！哦，快去报警，快去报警！我劝你是不要报警哦，不然下一个死的就是你，好可怕哦！哇，好可怕哦、你应该知道要怎么做吧？那个。那个听一口道，我应该称呼为你为女仆还是国王呢？好好说话哦，我跟你讲，换换谁爆炸哦？叫做女王，哎、欸，真好哎、欸，要爆炸了，哎、欸，好好牛哦，好牛哦，对啊，合体耶、欸，有人家要爆炸喽，不行的，这样是不行的、哦，你身为一国的女王，你有如此多的财产。所以的、欸，不可以再阅读别人家。你炸他家吧。好、欸，来啦，真的来啦。隔壁邻国都讲话了。对，哎、欸，要宣战喽。要宣战，我可以先躲起来喽。哎、欸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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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明明我们都长得一样绿，太好笑了。为什么你要去另一残忍？这么强耶！他说谁先开始的？不是我，人不是我杀的，但是他跑了。对对对，人是他杀的。你怎么死的、啊？我被迪西给，就我在挖矿啊，迪西突然从天而降。哇，你被迪西炸死哎、欸！对啊，那不是代表我，哦、代表你，你想代表你踩到迪西的线上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代表。对啊，一下就爆炸了。你们好 man、哦。迪西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你怎么可以踩在我的线上？你这是挑战我，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我，大家走路要注意哦，看到线不要乱踩。等下酱油家在哪？谁那有土？在海边，我家在海边。我家地下室有很多。你家地下室吗？有底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家的地下室有点惊悚。你要多少？你有多少？四五组吧。哦，够够够。哪个是你家、啊？隐约是地下室啊，地下室就是他家。哦，他自己家哦。他自己家地下室。哦，这里。可以亮度不够。哦，你家好像工厂哦。在你楼上。好像的啊，我就很像玩模组的那种工厂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就是玩工业模组最常看到的家的形式，对，真的，看来隐约是资深模组人。我模组好玩啊，原来是模组人，资深模人，魔人月月，资深魔人，有点强啊，有点猛啊，原来是大魔王啊，模组的魔吗？大魔王，对，大魔王。
所以以后允约要当科学家了吗？科学家？对啊。我只是盖好的自动农场而已，我要去领奖励了。对啊，他其实也在盖自动农场吗？你们要再抢同一个？我已经盖完了。哇，被抢走了！哇，被抢走了！被抢了！完了！炸掉他！炸掉他！炸掉他！从上打到下，你要打架打？为什么他自己不是很早就在盖？为什么你还会盖输他？因为我你是不是中途跑去？你是中途跑去盖房子对不对？对，他中途去召唤迪西。哦，哇，原来是召唤仪式啊！嗯，农场在哪里啊？有人收了吗？哦，有两颗钻石哦，两颗，五分了，五分，嘿，五分，你要分给谁？你想分给谁？哎呦喂！我就叫允月分出来了，好好好，然后什么事都没做，叫五五分。哇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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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塞！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啦，可是我要跟你五五分这样。分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有人，洋洋，你这是地板不要了，帮你收回来哈，我帮你带回家。哎、欸欸，不可以！听起来一副是不是他想要？你这个还要留着、哦？我要。我要，我要！我小时候都丢地上了，不捡。不是，不是，我先把它挖完嘛。哎、欸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的门啊，你们的门都习惯是放，就是跟外面的墙壁就是同一个水平面，还是会故意凹进去一点？你说凸出去？水平面不会凹进水平面。嗯，哦，水平哦，真的都不一样，大家都不一样哎，我一直觉得大家大部分都会同一个，不一样。我是不盖门的。门很烦呢、欸，要一直按，一直开。我也是凹进去的。你怎么？你要怎么了？我比较讨厌铁门，我常常把自己卡在里面。你为什么把自己卡在铁门裡、啊？我觉得这是人的问题啊。哎，对，我也觉得是人的问题。不是，叫我按了按钮，然后我走出去的时候他就关门了，然后我又按了按钮，我走出去他又关门了。这就是人的问题啊。不是有个机器吗？是按下按钮，机器人的手跑出来把它关掉那个吗？哦，那个猫咪的那种。哦，对对，猫咪的那种很可爱。你就是爱玩那个吗？你不可以按。对。我要把他记得种子带走，我要拿他下去种。他记得，我要拿地下室去种。欸、真的哎、欸，更多人是开放式哎、欸，你们大家是多懒不开门啊？很累啊，有压力板啊，有压力板不是吗？可是这样压力板怪也会踩得进来啊。哦，对也是哈。哎呀，那你睡醒哦，怪物跟你说安安。迪西在旁边。Hello， 别洗了。听说你们最喜欢惊喜了 ，surprise！ 这是恐怖片情节吧？真的，哎呦喂啊，没事，帮你炸下床。我、炸下床。哎、欸，定时闹钟哎，好可怕。这是定时哎。哎呦，血又抖了啦，烦哦！什么血又抖了？我的血又在抖，爱心在颤抖。对。那就从高处跳下来就没事了，他就不会倒了。好像也是啦。哎呦，啊！我听到有人摔伤的声音，是你叫了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哦，我还没，我还没，还不是。那个期待的声音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这个期待的声音是怎样？哎呀，希望你的死亡次数多一点点嘛。哎、欸，你最少哎、欸。隐约不管玩什么都、啊就是最少的，超神的，为什么？到底我和平啊，谁像你？哈，反正我好想补一句哦、喔，可是我就会被隐约打。快点讲啦，讲啦，平安喜乐，平安喜乐，也是啦，对啦，隐约平安喜乐，去砍他啦，跑了。我有好多岩浆桶，不要啊！我知道了，你家地下室我就来盖个那个焚化炉之类的东西好了。不要，糟糕了，友情破灭的瞬间。不要啦，爷，不要拿岩浆了，拜托啦。烧下去，哪里需要岩浆？哪里需要？
不用不用不用，秒杀不用吗？太麻烦太麻烦，不用不用不用。不会不会，我很多头，真的真的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放箱子叫我放箱子就好。哦放哦放箱子上面哦，我知道。放箱子。觉得你这边没有盖好，我先帮你拆一下。就说这里对不对？这里对不对？箱子嘛。有点惊悚。箱子嘛。我都都不讲了啦。啊，作死一下没关系。啦，这样才有影片可以剪吗？哎呀，哎呀，被发现了！没有啦，才不会这样呢，对不对？会这样吗？哎，对，等一下啦，哎，繁星过来一下啦。怎样了？你又是要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那见证你的死亡是不是？不是啦，你右边没有你，你死一下啦。哦。来，你死一下，来来来，来你死一下，你还不懂吗？你在哪里？他在制度里没有死过啊！哎、欸，你让我砍嘛？你为什么要自己想砍他啦？你是想砍什么啦？我是想要截了结你的性命而已。我想捡任务啊！又想偷偷拿奖励、哦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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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任务，没有任务是杀人的啦！我刚看过了，已经看过了，我也看过了。巧呢，我们也看过。然后我们是几点看房子啊？几点？九点半啊。哦哦，好哦好。所以我说你加油，你还有一点时间。我应该是屋顶盖不出来，但是第一层应该是可以啦。哇，好，那就好了，很好很好。从现在开始要每分每秒提醒你，有事没事要提醒一下。哎、欸，对了，我们刚刚哦，对了，杰克，我们还有半小时哦。杰克，我们还有十五分倒数计时哦。真的哎、欸，杰克剩三十秒呢！哇，杰克三十秒，什么时候我应该是不盖了？太紧张了吧！果断放弃。哎、欸，话说，如果你们但是我的画面上直接有一个时间在那边倒数，有吗？那完蛋了，有点紧张。哎、欸，如果说是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，只有时钟的声音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是非常的紧张？我只觉得很烦躁而已，会超烦躁，超烦躁，滴答的。滴答滴答滴答。啊，我那时候有就是有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，他觉得只听到时钟的声音很有压迫感，会觉得很可怕，好像快疯了一样。所以我的房间没有时钟。我也是。我的时钟曾经想挂了两次，他两次都给我掉下来，我就坏了。怎么会掉下来？你是不是对人家不好？他自己就砰就掉下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、啊，奇怪、欸，自己就砰掉下来。对啊，自己就掉下来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我团团都对我不好，我要掉下来。哈，我对他很好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睡觉前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他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样还对他不够好吗？讲好像很有道理耶、欸，很有道理的。最后看他一眼才睡觉，突然无法反驳了。那肯定是你只有看他一眼，他不满啊。我还要更多这样吗？对，所以以后就是我必须要先那个失眠一下，然后就要一直看他这样，深情的跟他对望。知道了，团团。